网上夏令营，每一节文化课对我来说都很重要，都是新的知识点的灌输。最好玩的就是沙画，玩闹的同时，我们也懂得，无论是知识还是记忆，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练习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夏令营，觉得很有趣，让我学习了更多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印象最深的是介绍中国龙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，大熊猫、巴斯还有花灯、十二生肖、象形文字。我把这次经历告诉了我的外国朋友们，他们也觉得很有趣，问了我很多很多中国的问题。我妹最喜欢武术课，喜欢十二生肖拳，喜欢功夫扇。6月21日是我们学校每年一次的毕业典礼，我和弟弟在同学面前表演中国功夫扇，让法国小朋友也了解中国功夫。